得有一双清高的眼睛，再来就是一颗天真又脆弱的心，要再加上一点孤注一掷的冒险精神就更好了。走吧。王志健，其实你有些做法挺聪明的，有些想法也很正确。这个世界确实以成败论英雄，但很可惜你把结束的时间搞错了。输赢的路还长着呢。今天这事儿他没完。好啊，我等着。走吧。开心了吗？那笑一个给我看看。谢谢你。切。真的那么开心吗？真的，我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。那就好，不然这次生意得赔大发了。你前几天都去哪儿？你真以为攻破方志敬有那个加密 USB 只需要一分钟做完？熬了好几天了，脖子都锈住了。李雪，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能叫做公主啊？公主啊，首先得有一双清高的眼睛，再来就是一颗天真又脆弱的心，当然了，要再加上一点孤注一掷的冒险精神就更好了。